哎，岳文海从2017到现在没被抓，其中好几条就是那些洗钱的人报复他。被岳文海帮助股票洗过钱的人是多大钱？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。中国民族证券自从七哥家族收购以后，你看看那个业绩涨了多少倍？光民生股票一度时间我们做了几百亿。民族证券因为老牌子，最早的像在那个什么大连呐、像东北哈尔滨、长春、东北三省，还有在上海、江浙一带，很多都是买的物业，很多都是老点，那营业点那一说发出去指令，夸就起来，做一只股票啪就起来。就帮人把钱给洗了，这就岳文海干的事儿。这些人保护他吧，肯定保护他，这叫岳文海的前前后后的钱字。后后是什么呀？后门， iPhone 的后门，政治的后门，对美国西方的科技的偷窥后门，掏了美国人西方的钢后门，掏了政治的钢后门，什么军方，他所有的故事有军方，有情报，有中国政治安全、经济安全。